姚明最新时尚杂志封面曝光，粉丝劲爆，我怀孕了。今天时尚杂志 Cosmo 发布了五月刊封面人物杨幂的美照，此次拍摄由时尚圈的宠儿陈漫亲自拍摄，让我们认识到了樱花树下的美丽仙子杨幂。樱花红唇黑长直可以说是少女感十足了，粉丝纷纷留言，简直美哭了，天哪，杨幂仙女下凡辛苦了。和 Cosmo 每次的合作都相当惊艳了心，感谢杂志社和品牌的患难与共和支持，出击速度没话说，夸一下我幂真的美哭了。这位粉丝的表白更是让人不禁联想翩翩，我怀孕了，这是要给小糯米找个玩伴了吗？在工作上，杨幂可以说是拼命三郎了。这次的拍摄，据工作人员爆料，当时杨幂还发着39度的高烧，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拍摄进度，完美的敬业精神。一路走来，杨幂也经历过被群嘲、各种被黑的时候，但他没有放弃，一次又一次地用敬业精神和作品圈粉。2018年的新剧《扶摇》也是为播就火，而他也晋升为一线女星行列。祝福他越来越好，演技越来越棒。对于这组封面写真，你有没有被美哭呢？